是有网友晒出在长沙某城市偶遇张柏芝的照片，并发文称逛街偶遇张柏芝，素颜太美了。张柏芝身穿拼色运动服，路人镜头下状态相当好。照片中张柏芝上身穿运动服，宽松舒适，是由黑灰橙三色拼接，不同颜色的搭配给我们视觉上的冲击力可真不小。橙色的袖口收紧，大大提升了张柏芝身上的气质，活力满满。下身选择了黑色宽松运动裤，两侧的白色字母打破黑色的沉闷感，简约舒适又不失时尚感。脚踩一双黄色帆布鞋，亮眼十足又显得青春可爱。张柏芝微卷长发披肩，画着淡淡的妆容，即使在路人的镜头下颜值依旧扛打，看得出来张柏芝的心情很好，遇到路人拍照也是一脸的甜笑。她一个人推着购物车购买日常用品，被路人认出之后，她来者不拒，开心与大家合影，毫无明星的架子，不愧是女神，素颜都那么美。更多时尚资讯，欢迎订阅时尚风向标。